绝对不是结束，现在12点外，反正时间到了，但是这是台湾
环境运动，一届关心台湾，关心大家拢关心六星控制整个台湾啦，大家拢在关心。我想，这是人民在爱护这个土地，爱护这个环境，给九一八，给中秋节假日的最后一天，给正式开始，给你之前讲的，没有模糊的空间，爱地球。爱永续，爱九九，咱给九一八，咱共同的一个愿望，就是中华健康，台湾健康，咱要让中华发九一八，历史一定会记录这天，这是台湾全国大家团结的开始。现在是民主党还是财团党？民主党。民主党是用民主进党。会当出重金民主建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开始都搁甲财团跳到底，啊！你都国民党无好啊，敢不是？对。民主党就是用人，台湾是带人民继续向前，进步、进步、进步，对不对？对。把这个杀手离开家，客离开家，爸离开家，台湾官场了无？咱来画台湾归酒，台湾归酒，中华幸福，中华幸福。但是咱只有超一班人，咱连署，加徛街头，讲多个三千人左右，或者有四千人，这真有可能是台湾空史上第一届这大场的人场。今日九一八，九一八游行，这中秋节。2016年9月18号，历史也记得这一天。2016年9月18号，九就是告尾，就是长长久久。一就是一个愿望，一个希望，一个梦想，一个行动。但是有一个呼吁，我们希望台湾从此能走出来。彰化的法，南投的法，台湾的法，台中的法，不是乌云密布。事实上，并不是有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就可以处理到很干净。它只要它的源头是脏的，用的是脏煤，再怎么处理都没有办法处理到很干净。除非它改用干净的能源，它可以改用比较干净的天然气。就会少了非常多的污染物。如果它能够透过太阳能发电，能够透过其他的能源来发电，它也可以减少排放那么多的污染物。